回家了。我儿子失踪了，拜托你们，如果有看到他，请通知我。24年前，我哥他失踪了，我们没有一天不想念他。千康啊，你到底在哪里呀？这个 DNA 寻亲网站收到一份 DNA 报告，血缘跟我非常相近，很有可能就是哥。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都不会放弃。健康，他就是我的健康啊！祖先保佑，我的健康回来了。健康，爸爸终于盼到你回来了。骗子，你根本就是假的，不要再演戏了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人家真的想骗你的话，一定会事先做好准备嘛，去做 DNA 鉴定就行了吗？为什么你现在就针对我呢？你为什么对他成见那么深？你们以前感情不是很好的吗？就因为感情太好，我才觉得他不是健康。哎，健康！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，怎么会这样？那到底谁是我的儿子啊？你这个衰儿子，为什么不要跟我商量一下才把那个炸弹带回来？他是健康，不是炸弹。对了，就是这个疤痕。哎呦，我的健康！以后我的东西都是你的。从小，我总是为别人而活。你看看你哥，他也没有读什么书啊，可是他肯努力，为什么你就不能像他这样呢？你到底把我当哪一个儿子？政府很支持农产转型，我们可能可以试一试种水耕菜，省地方菜也长得很漂亮。我们开工了，好，开工了！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菜全没了，现在连第一单货都交不出来了。爸，爸，爸，你醒醒啊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都是你混的害的！放开他！你会掐死他的！你把他害得多惨，你知不知道？你35岁还没嫁人，我就要照顾你了。我比较担心你找不到你的三八辣椒。三八辣椒？我儿子30几岁了，也没有女朋友。我是认真的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就可以飞上天了。这小猫，他难道不知道丰收已经跟我们 boss 在一起了吗？他还想跟 boss 抢男人呢？什么抢男人？说话真难听。我喜欢你，我会等你把丰收哥忘掉，我会证明给你看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你不明白的。西西，是你吗？就是你，是你毁了我的幸福，我们一家三口变成这个样子都是你害的，是你！你整天逍遥自在、风流快活的，是你害我们活得像鬼一样。我们分手吧。也许风筝也不希望被我们拉在手上。我又做错了什么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有对错的。出国考察的事情，你跟平安到台湾去。我们刚刚还原没多久，就把他们送走，你有良心吗？现在那边暴雨成灾，树木坍塌，你去还不是多一个人有危险？万一平安出事怎么办？那里还有健康，不会有事的。你们都是我的心头肉，少了谁？都不行。